新人进场。邀请卡，然后我们两个呢，因为都在忙演唱会跟音乐剧，其实根本无心做这件事情。然后丢给他一份，丢给我一份，我们两个就今天丢三个，明天丢五个，毫无记录的乱丢。就是因为他给我的讯息就是，他希望只要跟我们的人生，就是有工作有交集的好朋友，他都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聚一聚。他说这是人生唯一一个理由。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，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很没有章法的乱丢，所以我们发给了谁，没发了谁，其实到后来都忘了，所以秘书啊他们其实都不知道该如何追溯。所以今天我们有点担心的是，因为是电子的邀请卡，有可能他就一直说那邀请卡有 bug， 他说会不会有人回了然后我们没看到。其实我们很焦虑，就是他出现但不在名单上，或者是他收到那个电子邀请，然后他没有，有一些长辈他不会点进去，他知道他收到邀请了，对，他可，所以我们不会登记到他的名字，回复 对，所以他可能因为我们是就是对名字入座的，一旦没有出现名字的话，就没有他的位置，对，所以很紧张，对，今天还是会准备一些，其实到昨天半夜到刚才都还有新的位置出现。
那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昨天晚上吃饭啦，遇见了，就说哎，你明天会去吗？他说啊，会去啊，但是好像没有接到通知，那就是没有电子没有回应的，然后就赶紧，昨天半夜都还在处理，所以其实我就讲今天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小插曲，但是真的请大家体谅，因为我们真的没经验，真的没经验，不知道怎么做，真的好难哦。虽然人没结过婚的人就是这样，不是因为你知道，我们每天一天到晚办那种万人演唱会，都觉得几百人哪有多难呢、啊？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世界上最难的，所以真的再一次强调，真的如果有招待不周，包括你们今天晚上真的如果有招待不周，你们见谅，不要生我气，我真的很尽力了。最近这是婚礼最难的环节，我觉得最难，真的是最难。然后我又希望你们可以拍到跟想要问到你们想要的问题，但我又希望你们开开心心来吃饭，因为我不想你们真的来工作，所以你们等一下交差完以后真的好好吃吃喝喝，让我比较踏实一点。他们想请问上面是几克拉，可以跟我们？那就之前他求婚那颗啊、啊，你们没看到本人的，13.33，有什么意思？全美的。他就说一生，哎，除不尽，一生爱你，除不尽，除不尽。哦，不是，这一颗是，因为老肖买了一颗全美，就是Type 2A 的裸钻，然后再自己请朋友设计，对，做的，对，所以它是分开两件事情，对，因为他有朋友是。钻石商、对，这样听起来好奇怪。对了，就是钻石商。对，那想请问一下两位，就是结婚登记之后，现在互相称呼对方是叫老公老婆，还是叫称呼彼此老公老婆？没有哎、那都还是一样。爸爸妈妈很偶尔会叫爸爸妈妈比较常爸爸妈妈，因为我们很多那个阿狗阿猫嘛，都是我们的小孩，对，所以我们都称爸爸妈妈多一点。然后 Summer， 然后。你也会叫我阿姨，对阿姨，跟着小孩叫，有小孩在的时候，然后我也会跟着小孩叫他哥哥，所以就乱叫，没有，但没有叫到老公老婆啦。三楼前面在家的第二吗？就第二之类的。不会，你在家会这样叫你老婆吗？你今天可以让我保持优雅吗？我来。你们可以吗？就一生除不尽的钻戒，大概多少钱？那这么大肯定是八位数以上啊，一定要上八位数。大家把握时间。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去度蜜。我很开心，我太太在我们婚礼办完之后，给我们两个人。一个很短暂的旅行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主动要去什么地方休息放假度假，没有，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待在家里的，然后平常就一直坐飞机嘛，然后放假就不会想坐飞机，所以我们不会安排什么特殊的行程。这个假期待几天呢？对，很短啊，就几天吧。五天，在哪会遇到你们？5天，没有啦，而且不是我们两个，其实是早就跟一大堆朋友一起去玩，那是铁道之旅吧？哎，所以不是铁道，不是，所以度蜜月通常都只有两个人哦。对啊，找那么多人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不是看到形式上是两个人，大家真的就是两个人出门，对啊，通常都是忙什么？哦。对啊，我们比较忙。哦，我以为也就我们两人世界太多了。我们真的每天都在两人世界。今天会害怕有人闹动。我们没有这个环节。而且你也太不了解我的个性，我的朋友谁敢？我也是。今天有人就是没有办法。对，真的很可惜，但是我还是很谢谢对结婚。这都是我的问题了，因为。我真的拖太久才开始做这件事，我是8月底才开始，9月他才发他的请帖做这件事，所以很多人其实因为大家都很忙，都办了，也他们一早就不出去了。没关系，我觉得大家都给我们一个很真诚的祝福。对，
对，那结婚虽然没到，那那个礼金已经先汇到你户头了。你怎么那么俗气？没到我就。冷静，冷静！你要知道，我们今天全数是捐出，所以其实我们两个，我昨天还是跟他讲，我说我这几天心情很 chill 的原因是，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办一个公益餐会，就很开心。然后我想到今天大家来，因为你知道这几天有一些艺人朋友，然后不能到，然后都特别请工作人员送红包来给我们。那你知道，如果一般来讲，我一定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你人都不到，你还送红包，但我都说好的，谢谢。就立马收下来，很开心大方的收，因为我觉得我很谢谢他们一起分享，就是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做，就觉得很开心，然后我也很大方的收，嗯，蛮好的。然后像整个婚礼啊，这样子大概有多少钱？正前方的上方，好，正前方的下面，好，视线慢慢往左边，左边这一排，我们看一下。看哪里要补，我们喊一下。好，蓝色帽子的大哥，谢谢。OK 吗？有吗？好，再看一下蓝色帽子。然后，我们中间官方的摄影有举手。好，在右边再看一下，大哥右边这边。然后最右边平面大哥大姐们，谢谢，今天辛苦了。好，好，右边，中间最闪这一区 ，OK 吗？大家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让现在有人，等一下有人要那个。你喜欢的照。好，那我们从左边开始看，最左边这边，最左边视线的最左边，对。好，慢慢的往中间，中间上方，我们看中间上方，慢慢的中间下方，好，右边一点点，好，最右边，最右边还有一排，最右边，最右边，最右手边，好，我们 OK 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哎，那这边经过来。